欢迎再次来到《觉星情之时光情话》，我是李洪涛，这个是基督教觉星报道团制作的节目。今次的《时光情话》，我们将话题的焦点转移到觉星开创的另外一个领域，就是创办一份福音性的报纸《号角月报》。我手上这一份是加拿大版的《号角》，今日的《号角》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。浩国的创办时期就是1988年至1992年以后的几年，让我们交个朋友的阶段。原来创办浩国的目的之一呢，就是主动伸出友谊之手，和社区大众交个朋友。今集呢，就和大家具体地讲下浩国当年所经历的难处，又为什么说每个月出一份报纸和每个月买一架新车扯得上关系呢？今次 Randy 和卢牧师亦都将时光走廊转移到《号角月报》的大本营，即是纽约觉星使命中心的编辑部，和你讲下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卢牧师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多啲分享一下浩国初期嘅时候嘅情况系点样嘅咧？出版报纸咧系我完全冇经验嘅，所以我根本上系唔知道系会需要啲咩嘢啊，需要点样做。我记得当时咧写稿嘅人系好少嘅，周医生咧一个人咧系写唔同嘅稿啊。咁我自己亦都冇專業咁樣寫個社論嘅，當時有一位吳世芳牧師咧嚟幫我哋手，咁佢就話咧，盧牧師寫社論唔係咁寫嘅，寫社論咧應該唔係用我嘅，應該係我哋嘅，因為呢個係代表一個嘅機構嚇，咁我先至知道哦，原來係咁嘅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咧，即係我係好夾硬去開始一個咁嘅報紙嚇。不過咧，好感恩嘅咧，神係帶唔同嘅人嚟嘅嚇。吳世芳牧師做咗一段短時間咧，佢就牧會啦。神咧就好奇妙咧，帶領咗阿周太啊、周簡燕真姊妹嚇。咁佢最初咧就諗住嚟即係幫下手。結果咧，佢到而家都仲喺覺星裏邊，都仲係浩國嘅總編輯。其實佢先生周道陽弟兄咧，都係浩國嘅喺發行方面咧係好幫手嘅。其實後來我先知道，原來出一份報紙咧係好唔簡單嘅。佢要去計劃啦，佢要去編輯啦，去追稿啦，去校對啦，去打字啦，排版啦。然後去送稿去印啦，攞報紙啦，攞完報紙咧，好大批嘅報紙咧，要郵寄啦，或者喺街度派出去啦，咁所以難怪咧，有人話咧，你要害一個人咧，你就嗌佢辦報啦，咁啊，咁我又好完全明白呢一樣嚇。不過咧，就真係好越難嘅工作咧，就越睇到神嘅恩典。所以在初期咧，有不同的人咧，係我想不到的，是神一個一個派嚟去幫我哋。有一位是馮文娜姊妹，在香港咧，佢係記者嚟嘅，咁後來去了英國深造，咁然後就嚟咗覺星。佢係一個人睇嚟係一個很膚淺的基督徒嚇，咁但係呢個正是我需要的喎。因为我办一份报纸咧，唔系俾一啲基督徒睇嘅，我系办一份报纸咧，系俾一啲社区嘅大众睇嘅，所以佢嚟就真系好啱嘅，所以佢写嘅嘢咧系好多人中意睇嘅，所以我好感恩吓。另外有罗青姊妹啦，佢都系喺文笔方面系非常好嘅吓，咁啊帮咗我哋好耐，黐翻香港。咁另外阿何静怡姊妹啦。咁佢嚟到嘅時候咧，佢係專門咧係幫我哋做社區研究嘅，特別咧好感恩有兩位專門咧幫我哋把守嗰啲校對啊，兩位歐陽在祥牧師啊，同埋張色冰姊妹，佢哋好忠心義工，但係好忠心，每個字每個字去校對嘅，所以有人話咧，浩國嘅錯字啊，係絕無僅有嘅。比得上讀者文摘嘅，呢個係外邊俾我哋嘅評語。另外仲有一班嘅年青嘅弟兄啦，
佢就幫你專門打字嘅。係當時唔係用電腦排版嘅，係一個個字咁樣打出嚟嘅。嚇、啊！我哋叫做打手呢班。有特別嘅工具。啊，有，好感恩。我仲想起魏師母啊，謝文師母咧，佢仲陪我去做採訪啊。佢仲記得去中華公所去採訪嗰個主席，係好多嘢做。不過真係神感動唔同嘅人嚟咯，啊，好感恩。嗯，頭先盧牧師你都講到係好唔容易噶啦，但係你哋都堅持咗三十幾年，係咩原因去俾你哋咁樣堅持落去咧？反應好咯，嚇、啊，即係人有幫助咯，同埋我哋自己都覺得好興奮，因為我哋以前派單張咧係啲人唔要噶，嚇、啊，但係我發現咧好多弟兄姊妹咧係同我哋攞報紙去派嘅，咁我自己都派嘅。我派的時候咧，啲人係歡迎的，有錢被解開咧，啲人已經係去同我哋問我哋攞噶啦。我記得有一個後生女基督徒，佢好開心同我哋講一樣嘢，佢話咧以前咧我好難向我阿爺傳福音嘅，即係一講佢已經反對噶啦。不過佢有一日咧喺街度咧係攞咗份報紙啊，號角同我講喎，哇！佢話呢份報紙有嘢睇喎，咁佢話佢咧好開心啊，聽到之後咧即刻同我哋聯絡，即係話俾我哋聽嚇。咁所以我哋都係困難咧，但係係好興奮。嗯，有時真係做到半夜嘅，做到一兩點鐘啊，咁先至拎夜晚一點兩點先做好咗，先係送去印廠嚇。咁不過即係。神的保守啦，同埋出版報紙的費用很大嘅。我哋好多作者都是免費義務幫我哋寫的啊，但我哋都有很多不同的開支嘅嚇，印刷啊、郵寄啊、童工的薪水啊嚇嚇，咁所以感恩啦嚇，咁即係又過咗咁多年啦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啲趣味啲嘢係當中特別嘅小故事咧？唔知係咪叫做趣味咧？不過係好開心啦嚇、啊！好似有一位弟兄咧，即係同我哋講，佢細個嘅時候咧，父母啊同佢講：你俾心機讀書啊！你唔俾心機讀書咧，你要去派報紙噶啦。後來佢同我哋做見證咧，佢話好開心啊！即係佢讀完曬書啦，而家做嘢啦，佢仲可以同浩國去派報紙嚇。咁、啊、所以都好感恩。有人話俾我聽喺飛機度見到浩國喎。啊、有人告诉我听在监狱度又见到浩国，其实很多分会的开始呢都是跟浩国有关的、啊、因为他看到、浩国呢即是来到接触我们、啊、卢牧师你提到浩国开支很大，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告诉我们知道是多大呢、哦、或者这样吧，我用个故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、啊我記得有一天我的大仔 Spencer 啊，佢嗰陣時啱學識開車啦嚇，咁、啊、佢就問我一個問題，佢話每一個月出呢個浩國要幾多錢㗎咁，咁我就話俾佢聽20,000啦咁，佢話20,000咪可以買到個 Honda Accord 咯，咁我係可以買個 EX 添啦。如果講而家咧就唔似啦，而家可能係每一個月咧係送一個BMW 出嚟都未定啊，所以好奇妙嘅，點可以一個機構係可以咁樣做到咧咁啊？不過咧，我哋開始呢個浩國嘅時候咧，我又做咗一件事，咁係以往嘅教會嘅刊物咧係唔會做嘅啊，因為都有啲唔屬靈嘅感覺嘅嚇。啊咁我就喺浩國裏面咧係賣廣告嘅嗱，咁點解賣廣告呢？一方面係經費啦，我哋都需要經費啦，因為我啲報紙係免費派嘅，咁好多基督徒都願意係關心我哋，願意喺我哋當中賣廣告嘅。咁但係廣告有個好處喎，廣告咧就俾人一個印象咧，佢唔係一份淨係俾基督徒睇嘅報紙，佢係一個社區報紙。因为我当时是要出一份报纸呢是给社区的人看的。我要将个基督徒的完整的见证摆在社区的。所以我是故意这样做。一方面为经济，一方面是为个形象。所以这么多年都是这样。
讲到浩国，当然要介绍浩国的灵魂人物周简彦真。浩国创办了没几耐，周太就加入角声，肩负着总编辑的重要任务，一直到现在。周太是才女又是才女，第一个才女是说她极有文才，第二个才女是说她极有才干。今天的周太又是角声全球分会的总干事，忠心为角声作出贡献。Randy 和卢牧师谈完之后呢，又和周太谈下她的感受。周太啊，你是学过灵魂人物啦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当时系点样进入角声，担任学过编务嘅咧？喺1988年3月嘅时候，《浩国月报》咧就创刊，咁咧就当时咧我就喺第一期开始咧我就参与侍奉，当时系做呢个浩国嘅义务记者同作者。咁後來第一任嘅主編吳世芳牧師，佢咧就要去牧會，咁盧牧師咧就叫我嚟幫手啦。咁其實咧，因為我住得好遠啦，咁我當時只係想幫3個月嘅啫。結果咧，意想唔到嘅咧，竟然幫咗32年。而家我知道你嘅 title 係分會總幹事啦。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點解會突然之間又變成分會總幹事呢？後來《浩國月報》咧全世界發展，咁喺世界各地咧都組織咗好多唔同嘅團隊。由於分會嘅發展同浩國係非常有關係啦。咁所以盧牧師咧就指派我做分會嘅總幹事。咁我好感恩，好感謝神，就係我可以同世界各地嘅團隊一齊嚟到侍奉，佢哋各展所長，令到角声嘅工作可以百花齊放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咩原因啦，或者動機令到你可以喺呢個工作崗位上面做咗咁耐啊？喺30多年裏邊。有很多時有內憂外患，其實很多的問題或者是我都想走的，但是每一次我禱告的時候，求問神的時候，神很多時都跟我說，他說你好好地做你我要你做的事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你不用理，我會理。那呢我就乖乖聽神的話，那呢就乖乖的就做了30多年咯。其實我覺得咧，侍奉神的路亦都唔難走嘅，因為有神陪伴住我哋走，而且咧神係會負責嘅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嘅學過情況如何呢？其實喺我哋學過月報到而家咧，我哋呢個大版嚇、正式報紙嘅版咧，我哋有11個地區版嚇，咁咧就我哋咧仲有咧中型版。中型版咧，澳洲啊、香港啊、歐洲啊、英國啊嗰啲都係出中型版嘅，就有5個版。你哋都未見過嘅呢個迷你版，我哋好多好似以色列啊、中東啊、同埋南美好多唔同嘅國家咧，佢哋咧都係出迷你版。所以而家《浩國月報》喺世界各地咧，一共有26個地區版。咁我哋喺網上咧，我哋而家有呢個網上版啦，有微信版啦，仲有聆聽版啦，加拿大又有影視版啦。咁其實而家《浩國月報》咧係用唔同嘅形式喺讀者面前出現嘅。咁我好感恩啦，我都好有信心，覺得《浩國月報》係會傳純正嘅福音，直等到主嚟嘅。周太的另一半周道洋都是神忠心的仆人。周道洋在角声担任发行浩国的重要任务，夫妇二人同心同道服侍角声。几年前周道洋被主接去，大家对他的怀念无时不已。这一集我们情之所系的故人就是周道洋。Thank you.
浩国月报发行部经理兼棋局棋局坛主周道扬一生热诚爱主，少年时代跟随长兄周道辉医生参与香港基督教青年复兴运动，是九龙城福音堂创办人之一。1970年，周道扬和简艳珍建立美满家庭，他任职美国服装公司，掌管全东南亚业务，后来为了子女教育举家定居纽约长岛，并且在斯福基督教会侍奉从未间断。周道扬甚具远见，在1983年同教友为教会扣下现时的堂址，他开放家庭向大陆学者和学生传福音，并且在各星蝶湖营地举办基督与明天的中国福音营，带领大量中国学生及学者归主。周道扬又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，多次进入中国大陆培训工人，是参与大陆培训事工的先驱之一。在大学修读经济的周道扬1990年义务为浩国建立整个广告系统，一直沿用至今。1995年，周道扬正式加入国星，成为浩国发行部经理，又参与其他侍奉。他撰写象棋专栏，以全新方式传讲福音。他用过河卒做笔名，显示出他对主耶稣谦卑信服之情。他全力支持太太发展国星分会，而周太亦都成为现任国星全球分会总干事。周道扬退休后成为自由传道，专心写作。2015年因为心脏病而安息主怀。周太写诗《道夫君》献给挚爱，诗的尾段话：人有人心愿，神有神旨意，美梦虽难圆，信服无对怨。我虽在人间，心已随君去，只待事命缘，天家重相聚。剑蝶情深，令人动容。而各星同仁对周道扬亦都永系缘念。浩国出版之后，渗透力真系无远不届。画中有画，要俾大家睇嘅就系由监狱寄出嚟寄对浩国嘅信件。呢一封系来自美国一个监狱嘅读者。他说在狱中有一位狱友将浩国拿给他看，看完之后他十分感动，并且将决志表填好寄去浩国。事实是经常有宣教士将浩国带入到监狱里面给那些监狱中人阅读，浩国感化到狱友决志信主，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。回顾历史，展望明天，各星前路任重道远，请为各星祈祷，让各星事工成梦飞翔。奉献支持，请到各星网站选择网上奉献方式，或者用支票抬头写 CCHC 寄嚟纽约各星事明中心。各星与你携手，达成使命。好啦，下一集我哋进入各星发展嘅另外一个阶段。这个是进一步海阔天空的阶段。在饥荒中存活的角色居然可以买入一座七层高的建筑物，就是位于 Allen 街当年角色总部。想不想知道神怎样为角色行其事呢？下一集卢牧师告诉你，再见。